你觉得你会打到几分？我打了，超烂。好，你超。再一次，我看你要怎么办？我刚才一直在笑。IG 账号 Anthony 底线点 Root 日前上传了跟朋友玩拳击机的影片，瑞一开始自信满满说可以打出最高分，结果成绩却未如理想。影片中瑞自然又可爱的个性让许多网友表示被他的表现笑翻。先讲一件事先让他生气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凯特你这样子不要。好，可以开始。再一次，我看你要怎么办？我刚才一直在笑。可是我刚刚那个也太烂了，我刚刚几分？我只能说，其实我是故意的，我想让后面的人有一个机会。小绿油，咦！这你马上口罩不能痛，我再给你消毒，然后先帮你用消炎药膏，你看看。你怎么那么脏？啊，我再帮你用干净就不要。啊，对。对啊，你要知道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这样说法。还有啊，多很多啊，帮你用干净，过来，快！咦！你自己看，哇，消炎药膏。哎，我要帮忙，要帮忙。我包不到啊。那这个痛我要剪吗？这怎么剪掉的那个穿心做在那个啊？自己剪。这个吗？这个也好看。眼神。眼神。眼神。确认过眼神，你就是对的人。帮忙呼吸了。不会呼吸。